刚刚自己计算机按了一下，换算下来居然是35折哎，你敢相信吗？而且是 C 系列的联名，不太可能有办法再等到更便宜的价格了，应该这个价格在不久之后就会断货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菲，欢迎回来。即将进入九月了，最近 Uniqlo 的换季特价也差不多到了一个尾声。这两天呢，我去看有一些商品真的是已经特价到一个非常夸张的低价程度。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 CP 值超级无敌爆高，推荐真的很可以赶快入手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呢，甚至是我本人在原价的时候就购入的，那个价差之大，等下分享的时候，大家应该就会跟我一样有那种的那种心情感受了。那在开始之前呢，有几件事情要提醒大家一下。首先呢， Uniqlo 他们家的特价机制有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新价格，一种叫做限定价格。那新价格呢，就是当商品进入到新价格的特价的时候，之后它的价格就是只会陆续的往下降，直到售罄为止。那这样子的发生频率呢，通常都会是在每周二，每周二会有新的一波，可能本来是原价的商品啊，变成是新价格，或者是说原本就已经是在新价格的商品，它又在往下降了一个价格的坎。那另外限定价格的部分呢，它就是在指定的这段期间它才会有一个促销价，当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再调整回原价。那这样子的发生频率通常都是在星期五，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每周五每周五的时候稍微去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商品有没有进入到新价格，或者是有没有在做限定的促销。另外你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有时候在滑官网可能看到某些的款式是新价格，但是到实体通路看起来是同款的商品，上面却是写原价的价格，或者是说呢，在店铺逛一逛，明明在店铺上方就写了新价格，选了一下别的颜色，结账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颜色居然是原价，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呢，大概有以下几个。首先呢，第一个就是 Uniqlo 有时候它同款商品某些颜色它会率先的特价，率先的进入新价格，或者是说它的降价幅度会比较快。那我自己个人猜想呢，可能就是某一些的商品它这个颜色呢销量比较没有那么的好，我自己个人的猜想，所以它可能特价的幅度就会比较大一点，或者特价的进度会比较快一些。再来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某一些的款式呢，它到了新的一季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新色的推出，那这些新色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新品，那通常新品不会跟要出清的商品们一起进入新价格的。那再第三种呢，可能是原本在特价的这些商品啊，它到了新的一季有一些小改款再重新的推出，就会看到说怎么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甚至颜色也好像有很多是一样的商品，却有些是在特价，有些是原价的，是有可能有这样子的原因，先让大家参考。所以到时候呢，如果大家在购买，尤其是到店铺要去选购的时候啊，要仔细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价格上面是有贴折扣的标签的，或者是可以直接打开链接去询问一下店员。那今天提到的特价商品链接我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只要打开资讯栏就可以去查找了。好，那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要分享的特价商品呢，全部都是新价格的商品，而且有很多都是已经新价格特价到非常低价的程度了。虽然我真的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现在就一定是最低价格，可是呢，以我购买 Uniqlo 多年的经验，现在这些产品这种价格应该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陆续的有些尺寸啊，或者有些颜色就会慢慢断货了，可能之后在更便宜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有你要的尺寸。所以如果有喜欢这些商品的话，真的非常推荐现在就可以考虑入手。好，那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本日价差最大的这一件C 系列春夏联名的棉质抽绳外套，这件呢，当初在上市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入手了。我那时候入手价格是1690元，大家要猜猜看现在它多少钱吗？3、2、1，它现在是590元。没听错，590元。我刚刚自己计算机按了一下，换算下来居然是35折哎。你敢相信吗？而且是 C 系列的联名。当初在买这件的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它可以撑到现在这个特价的价格，然后还有货，而且三个颜色我目前看都还有，就是我手上这件铁灰色，还有奶茶色跟军绿色，我在网站上看到都还有货哎。老实说，我觉得这件外套的商品链接里面 model 穿着没有很完整的体现这件衣服能够搭配的丰富度，跟它能够穿着的场合的多元性。像是 model 身上的穿着啊，你就会觉得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工装的感觉，但是这件我实际穿上身，我是非常惊艳的，因为它不只是搭配工装的风格啊，或者是随性简单的运动服饰啊，甚至里面搭洋装，穿起来都会超
超级好看的，真的真心不骗，超级好看的。大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大概三月的时候，算蛮久以前拍的那支 Uniqlo C 系列2020春夏联名的那支影片里面，就有这一件的一个试穿的穿搭。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件外套是非常百搭实穿的，而且在百搭之余呢，它又能够起到一点变换风格的作用。例如里面如果是穿洋装的话，优雅的洋装配上这件外套，马上就会再增添一点帅气利落的时尚风格。另外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修身，超级无敌修身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小胖子的身材的话，我拜托真的去试试看，它可以一秒让你视觉上就是减5到6公斤，真的完全不变。任何身材穿这件，我自己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好看。当初它1690元的时候，我其实就没有觉得它贵了，更何况现在590元，真的推荐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马上入手了。应该我预测，本人不专业掐指一算的预测，应该很快就会断货了。再下一件是打折宽裤，有在看我影片的人就知道我超级爱 Uniqlo 他们家的打折宽裤了。应该在我的影片里面，所有加总起来出现频率最高被拿来搭配的单品就是打折宽裤了。我之前呢最爱的是他们家的一件米白色的打折宽裤，然后呢这几天我在官网上就看到他们家的这件有点像是淡淡的奶茶棕的这件打折宽裤居然在特价。这件打折宽裤呢，它原价是990元，现在呢特价是390元，怎么能不入手？真的超级划算的。不过呢，现在我看到它的这个特价呢，就是只有这个颜色，可是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好看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件打折宽裤颜色非常好看耶，我也是很意外，为什么到最后在特价的居然是这个这么美的奶茶色。所以呢，这一件呢，我是昨天兴冲冲的跑去店铺把它给带回来的，因为我其实已经有蛮多的打折宽裤了，可是刚好这个颜色我没有，居然用390元入手，我真的算是 Uniqlo 最爱前三名的打折宽裤，而且是这么漂亮的颜色，非常的开心，是我昨天的小确幸，超开心的。首先它剪裁非常的厉害，穿起来呢是立体又修身，但是同时呢它的布料是非常柔软轻盈，而且很舒服的，它的布料真的非常的舒服，应该算是我自己个人穿过的类似西装裤的西装裤件里面穿起来最舒服的。所以如果你很喜欢他们家的宽裤，或者是说你上班穿搭都有一定的这种比较正式感的裤款的需求的话，真的可以现在马上入手，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它不太可能有办法再等到更便宜的价格了，应该这个价格在不久之后就会断货了。提到正式感的裤款啊，除了刚刚的打折宽裤以外，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合身一点的直筒的版型的话，会非常推荐他们家的 Miracle Air 的打折长裤，现在也在非常夸张的特价的价格。 Miracle Air 的打折长裤，它的原价是1290元，现在是变390元，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价差。那 Miracle Air 呢，它主打的就是在春夏也是穿的西装系列，穿起来呢就是轻盈啊、透气啊又修身。现在我看到官网上米色还有橄榄绿的尺寸还算蛮多的，所以有正装需求又喜欢这种西装裤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去试试看。再下一件是这个雷银上衣，这件雷银上衣呢，原价是790，现在特价是390。我本人当初也是在原价790的时候购买，但是呢，我买的是前一年的同款了，所以我自己没什么好后悔的啦，因为我已经穿了非常非常多次了，早买早享受。那现在390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划算。如果你有一个正装的需求，或者是你上班常常会需要穿到衬衫的话，真的可以趁这个时间点，赶快把雷银的这款商品囤货。那这件雷银衬衫有几个特点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首先呢，就是它真的算是我的重衬衫里面非常不需要额外照顾的一件衬衫。我通常呢就是把它丢到洗衣机洗完，拿出来甩一甩，晾干之后，它就是长我现在手上这个样子，完全可以直接穿出门，不太需要再额外照顾的。不过呢，在我上一支影片就是介绍 Uniqlo 各种材质的衬衫的那一集影片里面，下面有网友提到说他买的银衬衫很容易皱，所以我不太敢讲得太绝对说啊，他就是真的完全不需要照顾，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这样啦，但是可能别人在买类似款的产品的时候，他觉得是有点容易起皱的，所以也还是同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网友的想法供大家做参考。那在第二点呢，是他的肤触真的非常的舒服，我很喜欢把雷银的这个
个肤触比喻成是床单，真的每次穿它在身上就像是把家里的床单穿在身上那样子的舒服的感受。所以如果你上班环境是很常需要穿衬衫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耐穿的，穿久了都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不适感。那再来最后一点呢，就是它的搭配性非常高，因为雷音的材质穿起来就是会有一个自然的垂坠感，它穿身上这种自然垂坠感又会更增添一种优雅的感觉。下一件是这个抗 UV 的圆领开襟外套，必须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就是现在我手上这件灰色呢是已经断货的，目前特价中，而且还有货的呢，我刚刚看了一下是有浅粉红色啊、粉红色啊、绿色啊，还有蓝色，这四个颜色是在特价中而且还有货的。这一件外套啊，它本来的价格是790元，现在也已经降价到390元了，这个价格也已经是低于五折非常可以入手的时间点。那这件外套呢，之前在 Uniqlo 抗 UV 特辑的那一支影片里面呢、啊，我有推荐过它。这件外套啊，虽然它是针织的材质，可是呢，它却具有抗 UV 的功能。之前在春夏推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说，春夏这样子针织衫会不会太热了，不实穿？虽然它这个针织是很薄的，那现在这个时间点真的就没有这种疑惑了，因为接下来就是入秋，然后再是冬季。我觉得在台湾的秋冬啊，真的蛮需要这样子的一件单品，它是薄的针织衫，是有保暖的功能，它同时又有抗 UV 的效果。因为台湾的秋冬有时候还是会白天太阳很大，但是温差又很大，这样子的一个抗 UV 的针织外套，真的在接下来秋冬，我觉得会非常的实穿呢。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件商品，然后也喜欢那四个现在还有货的颜色的话，真的可以赶快去挑挑看、选选看。关于这件详细的版型啊、试穿还有介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 Uniqlo 防晒系列那支影片去观看。我会把链接放在上面的资讯卡或下面的资讯栏里面。再接下来两件呢，也是想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两件呢，在刚上市的时候，我印象中也是蛮热门的。然后现在的价格也是下杀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程度，穿起来不管是版型啊、质感或搭配性上，真的都是很好看。只是呢，因为我已经有很相似的一个类似款了，所以我就想说不要再买这么多东西，因为衣橱真的是要放不下。那其中一件呢是镂空 V 领针织短版开襟外套。这件外套的镂空设计啊，我觉得是还蛮有设计感，蛮好看的。而且实际穿在身上呢，也是有一定的立体度的，就是它看起来不会是那种过度慵懒的洞洞外套。再下一件啊是休闲外套。这件休闲外套我其实在它一上车的时候我就想入手了。那当时呢，我想买的是蓝色的款式。可是呢，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买了蛮多外套，而且那时候又进入到春夏，对于外套这种的单品真的是实穿性比较低一点点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我就慢慢的等看会不会特价。结果呢，就是等着等着等着，到现在没错，特价了，现在价格真的非常优惠。我看一下，它现在价格是从1290到590元。可是呢，我喜欢的蓝色没有货了，就是这样。有时候要等特价的商品，就也有可能遇到这样子的风险，就是我最想要那件蓝色它就是没有货了。还是把这个情报提供给大家，自己买不到没办法买了，还是希望说有缘人可以把他们带回家，因为非常的划算。剩下接下来要讲的呢，这些呢是它已经开始进入到新价格了，可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可以再观望一下。首先就是今年春夏非常火红的话题单品，这件绕颈削肩 bra top， 而且是这件很红的粉红色。这一件呢，目前我手上大家看到这件会觉得，哎，它怎么好像比较长？没错，因为它是日本版的版型，这件我是在日本购入的。那台湾版的话，长得大概就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长度。台湾版是短版的，台湾版的呢，现在这一件这个颜色已经开始进入新价格了，现在是590元。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哎，之前这一件这一款啊，在限定价格的时候也曾经到590元啊，那现在是不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很好入手的时间，没有真的到非常便宜？那当然，价格跟风险都是相伴的嘛，大家就可以自己再考虑一下，说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一件。那如果你是本来就对这件很有兴趣的话，我觉得590也算是可以入手的价格啦。那如果大家对这件 bra top 跟接下来等一下两件会介绍到的 bra top 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我之前 Uniqlo bra top 特辑的影片，我会把影片的连结放在上面的资讯卡或下面的资讯栏里面，让大家做参考。这件绕颈削肩 bra top 啊，它在副乳这边的包覆设计是做的还蛮好的，所以以我这样的小胖子身材，我穿起来是不用太担心说它的副乳会跑出来的。再来是它的颜色真的超美的，一般来说皮肤稍微有一点黑的人都会担心说它会不会显黑，可是我穿起来，我的身体是有点黑的，我穿起来觉得它一点都不显黑，它很衬气色，它让
我整个人看起来是很有精神的感觉，即便我皮肤有点黑黑的，它也不会有任何的显脏显黑的感觉。视觉年龄真的是减少10，所以说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件 bra top， 尤其是这个颜色。那再下一款呢，一样是今年春夏出的 bra top，有这两个颜色，有看到一件比较长，一件比较短。长的这件就是日本版的，短版这件是台湾版的，一起拿出来给大家做参考。那现在这两个颜色的台湾版呢，在台湾的官网跟实体通路上都是有在做特价的。今年春夏买了 bra top 之后呢，我真的出去很长，里面就是搭 bra top， 非常的方便。而且他们家在今年春夏出的 bra top， 像是这两件，以及刚刚讲的绕颈小肩 bra top， 在胸部的部分，我觉得它那个罩杯也是做的还蛮托胸、蛮立体的，就是以我这样子的胸部穿起来，我觉得胸部看起来更大，但是是更立体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只是也有听到有些网友有反映说，他们觉得有点显胸，就是如果胸部本来就很大的话，就会觉得胸部看起来太大了，这种的奢侈的困扰。但是我是没有这种奢侈的困扰，我小胸部，我觉得穿起来那个胸型跟胸的这个立体的放大度让我觉得是很满意的，我很喜欢。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 Uniqlo 的特价商品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再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的影片咯。那之后呢，我也会陆续的再拍更多的 Uniqlo 的新品开箱啊、联名的开箱啊，然后或者是接下来我会比较常有一些旅游的 Vlog， 或者是旅游的饭店开箱等等，都会陆续上架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你有喜欢看特定的主题的影片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那祝大家有美好一天，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